从小到大，在我的事情上，我有被你尊重过吗？你说这闺女你是怎么教育的？就是你的原因。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我。你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？还等吗？那个时候，你很怨我吧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！